那现行的识别跟技术训练已经足够，在因缘的这样的看训练的品质，都已经无法因应迅速的顺从关键的战备军事以及当前的战备需求。那么在经过2020年的评估跟检讨，考量在新的战备架构的应用需求，我们决定从2024年起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，适用对象是2001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